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ألف لام ميم 这些是有智慧的经典的结文，是行善者的向导和恩惠。行善者谨守拜功玩纳天课，却信后世。这等人是遵循他们的主的正道的，这等人却是成功的。有人购买无谓的谈话，以便他无知无识的使人背离真主的正道，而且把它当作笑柄，这等人将受凌辱的刑罚。有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，他自大的退避，仿佛没有听见一样，仿佛他的双耳重听一样。你痛苦的刑罚向他报喜吧。信道而且行善者必将享受极乐园而永居其中，这是真主的真实的应许。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，他创造主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，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，以免大地动荡使你们不安。他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，他从云中降下雨水，而在大地上滋生各种优良的植物，是真主所创造的。你们指示我吧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究竟创造了什么呢？不然不义的人却在明显的迷雾中。我却把智慧赏赐鲁哥们，我说你应当感谢真主，感谢的人只为自己而感谢，辜负的人须知真主却是无求的，却是可颂的。日鲁哥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，我的小子啊，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，以物配主却是大逆不道的。我曾命人孝敬父母，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，他的断乳在两年之中。我说你应当感谢你和你的父母，为我是最后的归宿。如果他俩勒令你以你不知道的东西配我，那么你不要服从他俩，在今世你应当依礼仪而侍奉他俩，你应当遵守皈依我者的道路，为我是你们的归宿。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鲁哥们说，我的小子啊，善恶的行为虽小如芥子，隐藏在磐石中，或在天空中，或在地底下，真主都要显示它。真主却是明察的，却是彻知的。我的小子啊，你应当谨守拜功，应当劝善戒恶，应当忍受患难，这却是应该做的事情。不要为蔑视众人而转脸，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地上行走，真主却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、淫华者的。你应当节制你的步伐，你应当抑制你的声音，最讨厌的声音却是驴子的声音。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真主曾为你们制服天地间的一切，他博士你们表里的恩惠。有人争论真主的德性，但他们既无知识，又无向导，且无灿烂的经典。如果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应当遵守真主所降世的经典，他们就说，不然我们遵守我们祖先的遗教，即使恶魔们叫他去受烈火的刑罚，他们仍要遵守吗？诚信归顺真主而且常行善者，却已把握住坚固的把柄，万事的结局只归真主。不信道者，你不要为他们的不信而忧愁，他们只归于我，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，真主却是全知他们的胸怀的。我使他们稍稍享受幸福，然后强迫他们去受严厉的刑罚。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，他们必定说真主。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不然他们大半是不知道的。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，真主却是无求的，却是可颂的。假若用大地间所有的树来制成笔，用海水做墨汁，再加上七海的墨汁，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语言。真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创造你们和复活你们，只像创造一个人和复活一个人一样，真主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明的。
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真主使黑夜侵入白昼，使白昼侵入黑夜，并制服日月，各自运行至一定期。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。这是因为真主却是真实的，他们舍他而祈祷的却是虚伪的，真主却是至尊的，却是至大的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船舶在海中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，以便他指示你们他的一部分迹象。对于每个坚忍的感谢的人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当山岳般的洪涛笼罩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。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，他们中有中和的人，只有每个狡猾的孤恩的人否认我的迹象。人们啊，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，你们应当畏惧那一日，父亲对儿子毫无裨益，儿子对父亲也毫无裨益。真主的应许却是真实的，绝不要让今世的生活欺骗你们，绝不要让华贼以真主的容忍欺骗你们。在真主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的知识，他常降及时雨，他知道胎儿的性别，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将做什么事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。真主却是全知的，却是彻知的。